左边取针，起49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49个辫子针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勾两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开始勾第一圈，钩针插入，倒数第三个针目，勾长针。然后，接着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勾一个长针。一直完成这一行。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断线。接着我们换线，勾第二行，先打个结，钩针插入第一个针目里面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锁两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。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，我们连续勾五个长针，一二三四五，勾了五个长针之后，接着在第六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勾两个长针，然后我们就以六个针目一组，前五个针目，每一个针目都是一个长针，第六个针目勾两个长针，这样一直勾下去，最后还剩一个针目，我们在里面勾一个长针。然后断线，接着我们继续换线，来勾第三行。我们从右侧开始入针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锁一针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。然后空一个针目，在接下来那个针目里面勾五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完成之后，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这样我们继续重复这个勾子规律。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里面五个长针，空一个针目，一个短针，我一直勾到最后还剩几针？最后还剩四个针目，继续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五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。然后空一个针目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断线。
这样三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勾绑带，我们换线，先左边起针，勾四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钩针插入，倒数第四个针目，也就是第一个锁针针目，勾五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一并勾出，紧接着继续勾四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四个针目里面勾五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三、四、五，然后一并勾出，接着与最开始的第一个锁针针目引拔，然后继续勾锁针。这里我勾45个锁针，45个锁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与主体进行连接，先翻转织片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紧接着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引拔针，这样一直引拔到剩最后一针。还剩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在里面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45个辫子，加一个小球，最后一并勾出，然后引拔断线。这样，主体的部分就完成了。线头处理完成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勾这个主体上面的装饰物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勾这种冬青叶。左边起针，我这里换成了3.0毫米的钩针，勾了13个锁针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勾倒数第二个针目，开始勾一个短针。然后，接下来那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，然后锁一针，接着引拔，也就是一个锁针的狗牙拉针，然后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长针。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下一个针目长针。接着下一个针目勾一个2卷的长针。然后锁一针，勾一个引拔，也就是一个锁针的狗牙拉针。接着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2卷的长针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那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，继续下一个针目，一个长针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2卷的长针。然后锁一针，
接着引拔，一锁针的鬼拉针，接着继续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两卷的长针，最后呢还剩一二三个针目，先勾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，还剩一个针目，我们在那个针目里面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的狗牙拉针，然后转到对面，同样是在这个同样的针目里面再勾一个短针，这样就转到了对面。接下来呢就是对称钩织，下一个针目中长针，再下一个针目长针，然后呢两卷长针，下一个针目一锁针的狗牙拉针，然后同样是两卷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，紧接着呢中，紧接着长针，然后下一个针目继续长针，完成之后呢又开始勾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两卷长针，一锁针的狗牙针，然后同一个针目仍旧是两卷长针，接着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中长针完成之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继续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的狗牙针，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同样一个长针，然后最后还剩两个针目，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最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断线。这样一个冬青的叶子就完成了，那一共准备两片叶子，最后我们将这个冬青叶粘到主体上面，然后放几个红色的圆球作为果酱，当然你这个红球你也可以进行钩织，我这里有毛球，这样这个项圈就完成了。同样这里我还做了一个配饰，是蝴蝶结加铃铛的。